家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竟然他们会将一个人回教会而圣洁了的，他说这个是邪教，这个是异端。而另外一边呢，回到去呢，犯奸淫啊，道德堕落啊，那些就是正统。这个就是今时今日现实的教会。而很多的这些的所谓教会领袖呢，去慢慢埋堆的时候呢，他都会向这个现实低头。因为为什么你一被人安了说你是异端， 你不懂得去与时并进的、啊、你还是这么保守的，那你不用玩了，你已经执笠了，是不是？你米饭班煮不来了，是不是？那你就明白呢，在这些教会当中呢，是为什么根本就不可能有圣灵工作。 OK， 初信怎么知道，他回来以为这些就是标准，牧师都给的。 OK， 那所以变成现在你就更加明白呢，当你听回我自传的时候呢，你发觉很奇妙的嘛，我直成是翻翻那间教会最巅峰的时候，那刻甚至看着他的信仰跌倒的时候，我是经历那段时间的。神直成在可以说去苦全清呢，他揀了很多间教会是他们最精的时候，他们最爱主的时候，甚至最单纯的时候。就好像简单我所讲，我在香港信主头那一年半里面，就是当时的真道教会最巅峰的时候了已经。而跟着我过到加拿大 Great Tiding 就是一样，就开头在他之前那16个月，就是他们原来在60年里面最巅峰的时候。好了，跟着我过到多伦多亦是他 Mandata 最巅峰的时候。好了，就我现在跟着我又过了8个月之后回到温哥华的时候，亦是当时加拿大的石安教会开始，亦是他们最巅峰最单纯的时候。因为那时未有足够的人，导致啲狼走入来，亦未是成功的走去巴结了出面那些呢，叫做真是如我所讲了，这一种淫乱当圣灵的那种教会生活方式去污染这一间教会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原来真的的，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神很多时候就要我们这样分别出来，使到我们在信仰当中终于有一段长时间。所以在那几年当中， 我真的意想不到，原来全世界根本就是这几大地方是使我经历一个很 pure 的信仰，很 pure 的在信仰上经历到圣灵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和改变。而最感谢主的，当时我直成是不知道呢，这种的恩赐，这种的祝福是大得那么紧要的、啊、就如我所讲，我甚至不会 Kevin Connor 这一种，当时因为收到这些书，哇厉害，这本书我觉得是厉害，但我不知道是全个基督教历史当中呢是最厉害的。所以当我自己能够做到他做到的事，而并且在他根本未 check 过的题目当中，我可以做回同一样的领受啊教导的时候呢，我没有因为这样而骄傲，亦冇因为咁而觉得要固步自封。我觉得我自己仲争好远，我觉得我自己起码仲争十万八千里啊！咁所以变咗喺咁多年当中，我都不断自强不息，而感谢住神就系喺咁嘅过程当中咧，经过呢几间教会吓，头头尾尾总共四间教会翻嚟，我哋先正式开始咧，你哋而家所聚会嘅呢一个石安教会。而喺呢四间教会嘅经历当中，我将呢四间教会最重要嘅嘢摆翻入嚟。而并且我看见他们跌倒的时候最先失去的东西，撒旦最落力偷取的东西，我就坚固地坚持地留在这间教会当中，就是保持这间教会是不沾染世俗，照住神的话去做，而并且是保持圣洁。而看见就神单止去祝福我，并且去祝福你们。当然的过程非常之不容易啦，因为在我们开始教会之后呢，我亦去啊睇返一啲已经唔返教会真道教会嘅弟兄姊妹啊，让佢嚟啦。哇，但係问题嗰种要将佢哋自己嗰种嘅污秽，嗰种嘅沾染，嗰种嘅妥协，嗰种嘅老油条带入嚟我哋教会当中呢，我发觉开头我直情发觉哇唔掂得佢嚟住啊。直至到呢我哋教会去到成千人呢，我先至真係主动去接触一啲已经冇返教会嘅以前嘅哥哥姐姐呢，主动邀请他们回来我们的当中。但是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很长篇大论，差不多每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而甚至每一个这些后来离开都是一段故事的。所以我有时间会慢慢跟大家去分享， 我相信你会觉得真的我当时做牧师都挺多姿多彩，有很多你真的完全意想不到 的经历和磨练，真的可以说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那种级数。
而讲到呢一度嘅时候，我想去对比 Kevin Connor 嘅话咧，我又去对比另一个人啦。另一个人侍奉可以话典型系全世界嘅牧师嘅一个嘅表表者啊。点解表表者呢？就是所有好明显冇神嘅恩膏嘅人咧，系一定系集中系向呢个方向走嘅。点解咧？呢种嘅方向咧，就系基本上成为一个亲善大事。其实如果你有睇翻玉珍师母去讲翻我初初翻教会嘅头嗰年半，我自己所做嘅工作咧，其实我用年半嘅时间已经系做呢种亲善大事嘅方法。OK， 所以我去到就如我所讲啦，我认识赵仲权牧师嘅时候，正一拍即合，因为我本身就系做呢一样嘢。但系问题咧，如果呢样嘢系能够祝福到你哋咧，我会做。但系问题，如果我咁做嘅时候，能够真系帮你胜过罪，使到你有神嘅恩膏，亦并且等你能够喺人生当中信仰上一生都不跌倒咧，我一定会做呢个方法。但呢个方法我亲眼见到咧，唔单止啊，系下边啲人跌倒，直成连个负责人都跌倒。因为呢一种系完全唔需要依靠圣灵，纯系凭血气去体贴肉体嘅方法咧，去建立教会噶嘛。而我将佢对比另一个就系一个叫做 Ted Hager 嘅牧师啊。咁呢个牧师就系其实 New Life Church 嘅一个牧师。点解会用佢咧？因为原因就系喺加拿大锡安教会咧，赵仲权牧师咧。可以话喺呢个人佢嘅好恐怖嘅罪发现之前咧，就系、是、完全系好好赞扬呢个人嘅，系又鼓励我睇佢啲书嘅。但系好有趣，咁多年当中咧，除咗咧神带领我去呢啲教会之外咧，有阵时神咧系会阻止我去某一啲教会嘅，甚至系阻止我睇某啲人嘅书嘅。Ted Hager 呢本书咧，我攞咗之后咧，神一路唔俾我睇呢个人嘅书嘅。其中呢一个现象咧出现咧，亦喺另外几个人身上，例如有几个人啦 ，Jimmy Baker 啦 ，Jimmy Baker 其实系佢嘅书好贵噶嘛，我用好多钱都先至买到啲二手翻嚟啫嘛。但系 Jimmy Baker 咧，神系净阻止唔俾我睇呢书嘅。OK， 因为点解啊？因为神唔想我沾染污秽嘛，我哋系分别为圣出嚟噶嘛。我如果系要成为贵重嘅器皿，就要脱离卑贱嘅事噶嘛。另一个系 Jimmy Swaggin。我回到嚟香港嘅时候，我见到 Jimmy Swaggin 原来有个组织喺度 ，OK， 因为香港当时啊系直情每个礼拜日有佢嘅电视节目噶嘛，咁于是我净系探佢嘅组织啊，喺嗰度买又好，送又好，咁攞咗好大批佢嘅书籍翻嚟啊，但系问题攞到翻嚟嘅时候，神又阻止唔俾我去睇，因为迟啲我就会同大家去讲关于我睇书嘅习惯咧，系点样让神嘅灵去带领我咧，去点样选择呢啲书，或者边啲书神去阻止我唔睇，去点用咩方法咧，系咪？咁但呢个 Ted Hager 就系当年咧，即系赵仲权牧师去俾咗佢本书，我就话啊呢个好劲啊，呢个系好犀利啊，佢搞合一啊，即系又系嗰句啦吓，即系我只能够用呢个字眼就系巴结啦吓，因为呢、这个。咁先至唔轻慢圣灵嘅一种讲法啦。佢巴结教会好劲噶，巴结得好掂噶，即系佢搞到常常都有成个城市咁样嘅一个普成性嘅一啲嘅聚会家咁样。教会讲真啦，佢成万人嘅 ，OK 啊，由八千至一万人噶啦已经，咁咪叫做 New Life Church 啊。但系呢一种就如我所讲啦，呢种直情咧，你唔使有两种恩膏，你唔使有赎回光阴嘅恩膏啦，你亦唔需要有呢种嘅启示嘅眼睛，你完全唔需要，你根本系唔需要圣灵。甚至邪灵都可以做到嘅 ，OK， 因为最尾发现原来呢个牧师根本由佢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同性恋嘅 ，OK， 一路直至到做牧师系未停过嘅 ，OK， 但系佢都可以搞到一间咁嘅教会，佢做到咁嘅嘢。我想问下你嗰个系边度系圣灵嘅？点样可以系圣灵啫？同性恋人系上唔到天堂，呢个系事实嚟嘅。如果戒唔到，你知唔知道啊？咁边一段去边一段嘅系嚟自神咧？边一样嘢我哋要值得学呢？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典型这些教会所搞的教会模式。他们的体系呢不单止连他们的平信徒，你见他回到来由正常人变成去体贴肉体到最尾犯奸淫。你会见到他们的私生活啊，他们的习惯啊，越着的衫越暴露啊，男女就越来越随便啊。我们怎可能说这样东西就是圣灵带领呢？我们怎能够说这种是正统，但反而另外一些呢翻到去嘅时候，将自己好多邪情私欲除去啊，唔体贴肉体啊，有个健康嘅家庭、健康嘅婚姻，忠于自己嘅配偶嘅，咁我哋就话嗰个系邪教。OK， 而家我哋系弟兄姊妹，我哋活喺一个乜嘢时代呢？如果我哋觉得咁样讲法都唔系伤天害理，咁样做法都唔系大逆不道，然后仲要去搞合一嘅话，弟兄姊妹，究竟我哋个良心要丧尽到去到边个阶段，我哋先至肯回头呢？我而家所讲紧，点解会
即系唔会忌讳佢讲呢啲教会出嚟，因为事实上呢啲教会喺佢哋体贴肉体嘅情况底下，去冧掂呢啲狼嘅情况底下，其实佢哋又搞咗啲咩教会出嚟咧？佢哋究竟系一个乜嘢人？而并且佢究竟容纵咗一大班乜嘢人出嚟咧？而家其实你随时喺网上，你会睇到好多好多呢一啲曾经帮过呢一啲组织，我讲紧嘅组织，譬如包括有 Rick Joyner 呢啲嘅团体啦，又或者好出名嘅 Elijah List。嘅呢啲嘅團體嘅見證嘅書籍啊，有啲直情係免費送噶。OK， 嗰啲你睇翻嘅時候，你試下睇翻嘅時候，你評估一下究竟我所講嘅嘢係咪真的？譬如舉個實際嘅例子啦，其中一個喺 Elijah List 做咗幾年噶啦，嚇，做咗七年噶啦，佢亦認識佢都超過十年噶啦。佢哋佢喺嗰度做係專係負責所有電腦 program， 所有電腦程式，你想以 Elijah List 仔嘅成個網頁都係嗰個人做出嚟嘅。OK。佢出嚟讲翻个见证，佢 post 翻晒自己嘅相出嚟，俾你知道佢系边个。佢 post 翻晒喺佢啲 Facebook 啊、就不楞之类，俾你知道佢认识嘅咩人。佢亲口讲话，佢帮 Elijah List 做，但系问题，因为呢一啲嘅组织已经慢慢咧系做到变成一个商业机构。OK 嗱，如果一讲到商业机构，你知道根本唔需要圣灵啦，唔需要圣灵嘅赎回光阴啦，又唔需要圣灵启示咧。根本凭血气或者魔鬼都搞得嘅 ，OK？ 咁佢就讲啦，呢个组织慢慢已经变到咧 ，group 埋呢一啲嘅人咧，里面好多嘅人咧，轻易就揾个藉口走去酒吧啊，走去同性恋呢啲区域啊，话去传福音嘅。咁佢讲佢其中识一个黑人 ，OK？ 佢讲一个咁嘅例子俾你知道咧，即系佢哋呢一种嘅罪咧，到后期咧被接纳到咩阶段？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让我立志为你尽燃烧，烈火炽热红红环绕，举你十架，使命已交托在我，让我昼夜被你光照，从不倒退，从不动摇，心坚稳，求主真理竭力发光，剪除罪困扰，求主天国旨意可成全，努力实践仿似在天，天地各处要被我恩主光照。